这个放到你那，它这个加工又不方便。加油，它没有打那个加油孔。哎，有加油孔不用，就是润滑油可以加一点。像这些活动的关节都可以加油。如果你要加油也可以加的，这个吊环有，把这个吊环有，这个吊环可以加油啊，也可以加进去。我加回个柴，做的柴不错。嘿嘿，术后一身脏。没关系，我们看进去也可以了。那这个部位一定要暂停。站紧了，它下面不会动，一定要用力站紧。站的时候最好摇，站好了之后摇一下，它那个平行度比较好一点。在机制上面拆下来的。没有。